这个提前给您拜年，送您一个有这个小警察的小福字送给小朋友，祝你们旅途愉快，旅行新年快乐。这小女儿已经到了，提前给您送祝福。我们去看看那个祖国的港珠澳大桥，所以两家人今天一起去南面珠海过年啊，看看祖国的建设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特别的兴奋，第一次在火车上遇到这种感觉呢，收获了一些安全知识，但确实最主要的还是特别的温馨，真的是感受到了挺难得的温暖。